今天是2021年5月29号，今天祖国统一台湾了吗？快乐。今天是2021年5月29号，今天祖国统一台湾了，快乐。 Today is May 29, 2021. Has China reunified Taiwan today? Very soon. 大家好，今天的视频给大家看一个澳门女排演奏国歌的视频啊。看了这个视频之后呢，真的非常感动，因为我觉得澳门的同胞才是我们真正自己人啊。那么我也非常期待台湾人唱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这首歌啊，唱我们的《义勇军进行曲》这一天啊，非常期待他们唱我们国歌的这一天。那么话不多说，先给大家看澳门同胞唱国歌的这个视频吧。不顾剪辑，不顾